招呼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强没有主要黄牛。耶、yeah! ，黄牛好啊，依旧这么帅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、啊、怎么样？最苦的、最辛苦的就是你主持人。哎呦，那你够了。给这个阿关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因为你们知道，这个乐团每次上来的时候，他们 setting 的时间都非常长。哦。就是可能乐手他可能要试音，吉他手要背吉他，鼓手就要 setting 鼓。嗯。那这个时候阿关他就要想尽所有的方法，就是要让场面稳住，让大家热情不减。对。所以其实主持人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哦。对，在这边我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的阿关肯定之外呢，也要检查他今天的说的话有没有重复啊？有必要这么严格吗？不过如果有重复的部分，就是希望大家要多注意的地方。好，对，就像是马沙沟是多么漂亮的一个沙滩，是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们。台南的朋友们是多么的热情，对，还有强电乐团是多么的帅气。没有，最客套的。哦，最客套。哦，就虚伪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对。可是我讲的是实话，哎。哎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啊，帅啊。对啦，其实如果是事实的话，是不需要说出来的。也 OK 啦，对不对？所以黄牛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今天你们这个选唱的歌曲内容可能是偏向哪一种类型？比方说是有好听的抒情摇滚，还是多半是一些节奏比较快的嗨歌？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歌台上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这次就是想要综合一点，之前的东西跟现在我们最新做的作品，那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就是我们强并将近有一段时间没有出这个专辑，是，对，那我们其实在这段时间也累积了一些作品，对，那熟悉我们的朋友，他们很常听到这些歌，哦，对，但是其实不太熟悉我们的朋友，他们。今天会第一次听到这样子，对，那我们其实取向都是以新歌为主，对，但是旧歌我们也不放过，希望大家能够听到的时候想起来，这个是强变唱的，这样好帅哦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曲目的安排很丰富啦，以新歌为主，然后呢中间会穿插一些大家觉得耳熟能详经典的歌曲， 对不对 OK， 那呢来看一下大家，好像小猴有点问题，是不是？我想说刚刚这样站起来以为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你那场都好了吗？哦，那台上的黄牛捏好了，强电乐团全员准备就绪，台下的大家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